方经理你好，我是王俊凯，我是正在中央电视台海军行政主播，特意给你录制的这段 VCR。我了解到你现在正在受到病痛的折磨，但是不要灰心，周围还有很多爱你的、关心你的人。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战胜病魔，早日恢复健康，回到校园。我们都会默默的支持你，为你祝福，加油！